哎，又给我找到了。最近很多刀妹都是直接苟在河道这里。他身也吃到经验，这刀妹还是比较老道的。 两级我三级，慢点点，反正他们打也不在，直接给点燃，压到状态。妈的，那个怎么被艾克追着干？我不管了。 凯旋，但是，我回来是会变得更强。 吓死老子了！幸亏被盖老师弹到外面去，吓老子一跳，根本不管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一坨屎！他妈的，来干克我了是吧？ 因为我要被压等级了，大海的人们背叛了我，还是被逮到了，走啊，刷野啊！ 我换线吃兵线，给个洞，还浪费我个闪，我操！然后旁边有小兵没有吧？才能 Q 回去。 坏了，这个位置基本上是。但凡爆一下，老子干死他！ 你谈谈，你谈谈。老子跟这逼男枪八字不合，操！不行，人头不是我，出个爆坤就好了。不行，我得下狠手，我得下狠手。 不下狠手吃不了渡神的，老子他妈 A 塔去了，操！没事，兄弟们，发波宵夜掐掐，确实下狠手了，确实下狠手了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<笑> 逮不住你是吗？哎，真的是，每次都是这个屌人。你他妈小龙刷了，你跑上路来干毛呢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
我操，差点出事，哎不动。什么意思啊？又他妈是你！死了吧！嗯，搞啊搞啊搞啊！我感觉我家辅助想杀我。妈的还早着呢，我应该走到这个位置再开大招，太早了，还帮他们打人。好了，被减速了，应该白桶子了，白。下波要小心一下这个鳄鱼，鳄鱼伤害很高。没炸到呀，没事，兄弟们，我突然刚刚电脑好卡，我要不电脑卡了，老子分分钟杀他。哎，不是我鼠，点不到桶子，我鼠标点地板去了。哎，我鼠标点地板去了，本来很帅的操作，结果我现在看起来就很老，点不到桶子。呵呵，我死了，给你吃个橘子。撞中央我就搞偷袭，哼哼哼哼哼哼。人呢？大海没有记忆。这真牛，这还不能死。对嘛？秒我，阿鱼，有点痛。好，究极形态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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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小鳄鱼一桶 ，ADC 辅助一桶。哦，痛哦！判就像在杀。你小子闪的还挺快。哎，不爆。
哦，怎么是被秒的那个？一点都不帅。